竹东分队于20号晚间11:28接获新竹县政府消防局派遣，于北新路一段有一部自小客车冲撞便利超商，竹东车主到达现场，现场两名伤者，男性驾驶受困于车内，呈现欧卡状态，于2分钟后将其脱困并施予急救，由竹东911送往新竹北荣医院。另一名女性客人于超商购物时遭波及，全身多处玻璃割伤，意识清楚，由竹东92送往竹东台大救治。所以你们身上没有钱？对啊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买完东西，老板就想去打算好了，就被他就因为不要在外面待太久。应该在他们都有公车站牌的地方，对，就可以。他们好像是谁？你们是姐妹吗？不是，我们是朋友，可是我们都住山地嘛。住山地嘛，嗯。啊，你们要回山地吗？不是，我们现在是要先去屏东。其实是亲戚。你们几岁？我们都22，他十，我十今年十九。啊，都没有回家，所以你们身上没有钱。对啊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买完东西，老板就想去打算好了，就被他就因为不要。那个经超商店员报案哦，说那个他们店里面有两个女孩子哦，在那边逗留一个礼拜哦，都没有回去啊。那个店员怕说他是不是被报失踪人口，所以报请警方前往处理啊。但警方前往了解以后，发现这两个女孩子因为你与家人吵架，所以跑出来。啊，因为他之前都在我们内埔地区租房子，因为您。那个钱已经用光，所以被房东赶出来，所以会滞留在超商里面。啊，经我们了解以后，他有那个奶奶住在屏东市的，所以我们带回来以后就资助他一点车资哦，结果再带他去那个公车站，把他送回去屏东市去找他的亲人。他有跟你讲说他在超商的时候是怎么生活？超商哦，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之前。我有发现他的时候，他身上其实他还有一点钱，他在那边都有办法去买关东煮来吃，可能是后面的时候把钱用光了。其实阿猛我们带回来的时候也发现他身上也都蛮干净的，应该是有朋友有资助他，或者晚上的时候有去朋友家洗澡。所以他没有跟你讲说他怎么过这个一个礼拜的生活。他没有跟我们讲，因为他是私事，我们就没有问那么多了。应该在他们都有公车站牌的地方，对，就可以。燕城，你拍照一下。